各位啊，各位啊，我们在搞这个什么汽水泡水果啊，不然就是什么高热量料理，就是应该要让阿静进步一下。我觉得2020年我们应该要让阿静有一点考验，在料理的层面上有一点提升。去办公室找他。最近做的料理怎么又在搞那个什么泡水果了？拿一点创意好不好？创意呢？还在看是哪一片？重点是我做那些料理就是。我们要在创意之中找寻新。不！我跟你去过这么多女仆餐厅呢，你好歹做个像样的、好吃的、可以看的料理吧。你看，今天工作室大家看到他妈你要做料理教大家试吃，工作室都没人了。你看，再一次。等一下要吃东西，我不要，我先不要。哎，我先回去。你看大家多怕你的料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一直都很棒啊！不行，我觉得你今天要拿出一个就是有主题的料理，要好看、好吃，而且要好玩。好，我听你这句话，我不要让这个空座是空荡荡。总之呢，接受挑战，小杰，我马上做出像样料理给你看，备考。好的，各位，小杰呢要我做出一道像样料理。那我刚刚呢在看《性钢弹》介绍影片了，刚好呢就看到就是这个红色有角三倍速的下雅。那我们要做的方式呢也很简单，我们要做一个番茄酱蛋炒饭，代表下雅的机体是红色的，然后在蛋包画出下雅的头，再做出红色的饮料来做出萨克的颜色。待会最后呢会贴上他的眼睛跟那个有角的代表象征，这样子应该够有技术，够完美，够有外观了吧。那我们就来开始制作啦。我们要先做饮料，所以我准备了气泡水跟我们的草莓。草莓呢我们要煮成像做成这个萨克那个红色的颜色，然后把我们这些草莓啊放到锅子里，然后呢我们要加一点柠檬汁，然后砂糖，然后开煮。炒饭部分呢我们选择的是番茄酱，因为我们要做番茄炒饭跟我们的猪小里脊肉丝蛋，那我们会做成番茄蛋炒饭蛋包。我稍微腌一下，炒蛋，各位配料奶油炒蛋，蛋就先放在旁边备着，烧热锅，然后加油，放上我们肉丝。然后这样稍微有点颜色之后呢，那就可以准备下我们的饭跟蛋了。再加番茄酱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蛋，有没有？阿静的番茄肉丝蛋炒饭。我爸成功吗？用你们的力量，成功了！大功告成了。是最后的饮料的部分呢？有没有超棒的？好，接下来玩完了我们红色萨克饮料的部分，先把我们的草莓酱汁加进去，然后再倒上我们的碳酸汽水。哦，有没有这颜色？有没有？啪啦！萨克。红色有角三倍速，在逼人吗？哈啦，有没有完美？好，我们的饮料准备好之后，当然最后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下雅的脸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慢慢来。呵，完成！大家看这个相似度，我相信是100%了啦。可以找小杰来吃饭了。小杰嫌我嫌肉多，来，小杰，这真的假的？这是我特调的下雅萨克套餐，样子的话是有进步了。啊，你画了这个，我实在不知道这是真小哎。这蛋没有熟。哎，我母蛋呢？哦，傻傻的，为什么没有熟？我母蛋。好吃哎，是吧？在哪买的？靠腰跟都全部自己做的啦。萨克放旁边哈，萨克放旁边哈。你可以用这个拌一拌，轻啜一口。
可以，还行呢。什么还行？明明就很好喝。今天的挑战算成功了吧，各位？原来你还是蛮会炒饭的，怎么会交不到女朋友？因为我喜欢看 VTuber， 好看。放在你那么用心的份上，我用我的眼光哦，挑了几只蛮厉害的东西要送你，等我一下。我不可能吃人家的饭不付钱吧？这样说得过去吗？来，什么东西哦？一盘换一盘，一盘换一盘啊！你这盘太香了吗？哦、很香啊！你自己跟观众讲这是怎么回事哦？我不用要陪你开箱哦。我刚做料理的是钢弹，然后现在这是万代他们的新的宝可梦跟数码的公仔。你每一个看，这都很精致。你看，这是板木老大跟我们的露里娜跟暴四龟的组合，很棒哎！它的精细度啊，跟整个感觉上来说，我觉得是很好的，我很喜欢哎。小叶总给我这个啊，太爽了吧！光看喝完，舍不得打开它哎。哎呦，有霸王兽的粉啊！暴龙兽的粉，战斗暴龙兽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战斗暴龙兽。我最喜欢那个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什么 PB 官方会员。要怎么得到呢？嘿，嘿 ，Premier Bandai， 简称 PB。没错，要怎么得到呢？这些商品呢，在我们的 PB 就可以直接做预购或是购买的动作了。我就来教大家如何在 PB 加入会员，直接按赞。网页右上角按下登录本账会员，输入电子邮件，输入个人资料，最后登录账号，点下你想买的东西，确认订单就可以直接拥有了。3月19到3月21 PB 竟然有全场免运的活动耶。你如果想要独角兽钢弹、假面骑士、微微公主、史莱姆，或者是男女老少都爱的帅气的机器人模型，赶快告诉你的朋友，3月19到3月21有这个全站免运的活动，就算呢你是边缘人，你也可以一个人享受这个免运的活动，我来购买你喜欢的模型以及公仔。我呢待会也要赶快把我想买的模型通通一起下单啦。那刚刚呢在影片中有出现的模型啊，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购买到。他这次出的模型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，然后还有这个假面骑士，假面骑士太帅吧，这个造型，还有这个独角兽钢弹，我的天啊，这个也太好看了吧。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微微，哇，3月16号呢还会推出这个大武跟巨鲸怪的模型预购，大家看到这个都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没错，那天呢我就会马上按预购，然后送给我的好朋友信。太赞了吧，这个信直接把这个卷爆。他们是第八道馆的馆主米可利跟美纳斯，先不说米可利了。我们看看这个美纳斯，这个流线型，这个优雅的感觉，大家是跟我一样很期待宝可梦迷怎么可以错过这些商品呢？最后呢，你们觉得阿金会买什么呢？哈，很简单，板木再来一组，这个艾露雷朵也来一组，这个很帅的假面骑士也来一组，然后这个史莱姆也来一组。购买模型就是这样，如此的快乐又简单，送出订单确认就可以拿到我们的模型了。 OK，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喜欢想继续看更多呢，不妨点一下我的播放清单。那如果对我的蛋炒饭非常有兴趣，我跟你讲真的可以照着我方法做做看。那我要去等这些模型送到了，开开心心的摆在我的大牙小厨房的后面。 OK， 那我是阿靖，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